在因假币。哼，假币。我说前一段他那么着急去抓那个赵学清。嗯，赵学清是做什么你知道？赵学清是什么人？那是个货币刻板专家，他们在一起能干什么？啊，还有那艘停在码头上的那个樱花那个游乐船，为什么漂洋过海从日本本土到了满洲？你知道那艘船吗？它可是纯正的查理王子号俄国战舰改造的。我早就暗中查这个船了，当然去了。嗯，在这个船下面，幕后这个家伙，他搞了一个秘密印刷厂。哼，这个家伙，嗯，哼，秘密印刷厂，对，造假币，幕后他们在搞什么？金融大战，没错，金融大战。啊，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跟你说，短军，我们就要发财了。嗯，等我拿到情报。敲木虎这小子一笔，我们就发财了，啊，发财了。欣欣啊，做事情啊，一定要留条后路。况且呢，大家都是朋友，可千万不要伤了和气，因为一些小钱，啊。不怕，木虎这个家伙，我太了解他了，没事。那行，那就。祝你一切顺利，啊！好，有喜，来，发财！我们一起发财！好，一起发财！嗯，梅子，敬哥哥一杯。好。阿里嘎多，木虎君。还保持着每天插一朵玫瑰花的习惯，哎，物是人非呀。看来幕后君旧情难忘啊。你说当初你要能成为我的妹夫，那该有多好。道仁君不也是很优秀吗？哎呀，没想到我们暗心家族。哎，算了。不提这个了。其实我今天来，也是因为梅子的原因。我这个妹妹和妹夫这两口子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被那个叫赵元的小丫头啊，弄得是一个一个的来求我。可是我，哪有幕后君的本事啊？那我想问一下，是李道人让你来的，还是梅子让你？都有。其实啊，是那个叫赵元的，他的父亲不是被你们特高科带走了吗？人家女儿想父亲，我的妹夫以前是他的老师，他就来求我这个妹夫。可你也知道，李道人他就是一个缉私队长，他哪有这个本事啊？可是梅子又偏偏答应人家，说什么是一定要帮人家找到父亲的下落。这又跑来求我，可我也没有这个本事。哎呀，这梅子啊，是鼻涕一把呀，泪一把的。我这个当哥哥是真是不忍心，所以我就来求你这个大佐，
现在也只有你有这个本事能帮梅子了。你知道这个赵雪清是什么人吗？不知道。他是我们现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，我也只能跟你说这么多。你还没听我说怎么帮他，你就回绝我？这叫我回去怎么跟这个梅子交代？绝不可能。木虎君，我就知道你会跟我打官腔。你们特高课的事情我不感兴趣，但是也瞒不了我。你们不就是印点假币吗？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又不是让你放人，就是让你啊打听打听，啊？什么假币？安信君今天的话，是不是有点说的太多了？啊，好好，我就随便那么一说啊，你也别那么认真。我就是看着梅子一次次的求我，我才来找你帮这个忙。如果你觉得实在为难的话，那好，我让梅子亲自来求你，这总可以了吧？安信君，你是一个军人，我希望你不该说的话不要说，不该帮的忙千万不要帮。我安心一这么多年在军队里，大家都知道我是做什么的，我对你们的事情我不感兴趣。你感兴趣的不就是钱吗？那当然了，用中国人的话讲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人活着难道不为了钱吗？大到国家战争，小到个人生存，哪个离得开钱？好吧，你帮这个忙需要多少钱？开个价。啊，其实人家要求并不高，就是想女儿啊跟父亲见个面。其实我在中间，我就是……好了，安贤君，你太过分了。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从今往后，假币的事儿你不要再提，这牵扯到了帝国的核心机密。赵学清的事儿，我没有这个权限，也承担不起这个天大的责任。听清楚了吗？木户不知道安信一到底知道多少关于印制假法币的事情，但是他知道，对于金钱的诱惑，安信一是不会罢手的。安信一的话已经在向他暗示着，他已经在接近印刷厂。看来前段时间涩谷的报告是真的，真的有人在打听和暗查印刷厂，这个人居然就是安信一。可是安信一和中国人是有密切接触的，比如李道仁，谁知道这个酒鬼哪天会闯下惊天大祸？木户越想越可怕。叫弟兄们辛苦辛苦，抓紧把货装上。好，今晚这船就得开出去。哎，好。刘贺，哟，李队长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有什么事儿您吩咐。行了行了，干活就干活的，都抓紧点啊！哎，领导，是这样，有个事情啊，还真得请你帮个忙啊。你能不能请你手下的弟兄打我一顿？打你一顿？嗯，我没听错吧？没有。就是想请你手下的弟兄打我一顿。什么意思啊，李队长？听糊涂了吧？是这样，我呢最近正在帮着赵元找他的父亲，查的差不多有些眉目了。可是暗信一总派人跟着我，我呢就无法继续查了。这个赵元啊是我的学生，我呢帮助他是理所应当的。岸信一是我太太的哥哥，他就总以为我和这个赵元啊
有那么一些不正当的关系，所以派人盯着我，我就没法查赵元他父亲的下落。我想，你能不能派你的手下打我一顿？理由就是我抢了你的女朋友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岸心一就会消除误会，我也能尽快的找到赵元他父亲的下落。我明白您的意思了，就是一块演出戏是吧？这样是的，我一会儿就交代弟兄们，啊。哎，不要不要，不要交代他们，让他们真以为啊，我抢了你的女朋友，这是最好的。不是李队长，我这弟兄下手没轻没重的，我怕大时候伤了您。哎，刘浩，这到时候谁打得过谁，还不一定呢，啊！来了来了来了，他进去了，咱们也进去吧。慢着，大佐吩咐，咱们不能暴露，再盯一会儿。李先生，请慢用。谢谢啊。吃多香，他有吃有喝的，咱们像野狗一样又饿肚子，又等到什么时候？你说这家伙啊，他有老婆，怎么不回家吃饭呢？我听说这家伙娶了日本的女人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再盯会儿吧。
李先生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哦，没有了。牛排不错，啊，今天晚饭我都没回家吃，到你这儿吃了。你说你们家牛排有多好？谢谢李先生。下回再有上等的牛肉来的时候，别忘了通知我去。知道了。李先生慢走。哎，他出来了。什么人？不知道啊。他们不会也是跟踪李道人的吧？这样，你赶紧报告幕府大佐，我去盯着。快，行，快点。小子，你们几个想干什么？不干嘛，这世道不好，我哥几个没饭吃，想找您这大老板借点钱花。看得出来啊，正好还有一些钱。哟呵，哎，哥几个，看见没？还是美金呢啊！哎呀，我知道你有钱。这么着，我这哥几个可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，这点儿恐怕不够吧？我看哥几个也不是冲着钱来的吧？是刘贺叫你们来的吧？啊，人在哪儿？可以把他叫出来。你少废话！我告诉你，勾引别人女朋友是吧？今天我就替我大哥好教训教训你！呀，疼啊！呀，石头呀！呀，疼啊！在这边，这边，就这儿，大总，你看，呀呀呀！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！李桑，没事吧？这帮人，你认识吗？我刚才听他们打你的时候，你喊了一声叫刘贺，这个刘贺是谁啊？那是我跟刘贺的事情，我们自己可以私聊。他们说我抢了刘贺的女朋友。需要我帮你做些什么吗？什么都不需要。幕后大佐，我只希望你离我的梅子远一点，离我们的家庭远一点。梅子，我觉得你我之间是有点误会啊。我不知道什么叫误会，我只知道每一天你派两个人盯着我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误会。我只知道刚才有人打我的时候，你没有帮。把我打成这样了，你才出现，
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误会。看来啊，咱们俩之间还真是有点误会。我只是呢，什么都不要说了。我知道你和梅子之前的事情，我希望你离我的家庭远一些，离梅子远一些。你要尊重我，尊重梅子，尊重我的家庭，好不好？几十岁了，还在外面跟人家打架。哎，你们男人为什么永远都长不到呢？你听我说，不是我打别人，是别人打我，他们冤枉我。为什么别人冤枉你？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让人怀疑的事吗？在不在？哎，刘老大，哎，我们家小姐现在还没醒呢。这是谁呀？一大早晨的，啥事儿啊？没啥事儿，跟圆圆妹妹说点事儿。她要是没醒，我就先走了。等等等等等，不是现在这咋的了？这有事还瞒着我是不？不想跟我妹子好了，快快说。那什么，李道人让人给打了。谁干的呀？你不用说了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不是我。那谁干的？我手下兄弟干的。你这不废话吗？那不跟你干的一样吗？是，跟我间接的有点关系。你手下兄弟下手狠不狠呢？我手下兄弟你还不知道，那下手一个比一个重。不过姓李的有点意思啊，他可能是练过。是吗？我手下那黄毛，鼻梁骨都让人打断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那么多兄弟干人家还没占着便宜，还让人家把黄毛那鼻梁子给干塌了。你这传出去以后，你还咋在江湖上混呢？刘哥，
起来了。行啊你，你挺牛啊。都听见了，我来就是想跟你解释这事儿。你还解释什么呀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英雄，一大早过来邀功啊？不是，你跟李老师多大仇啊？你背后下人黑手。啊，你是不是因为上次运货那事儿，你心里还耿耿于怀呢？我真是没想到，原来我还觉得你刘贺那挺男人的，挺仗义的，原来心里这么阴暗，小肚鸡肠的，心眼比针眼还小，真不像个男人。圆圆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我不像个男人是吧？在你心里面，只有那姓李的是个男人是吧？是，你说的没错。上次那事儿我是记恨着，他运的是什么货，到现在我都不知道。为了他，我进了大狱，受了刑。他倒好，到现在连个屁都没有。李老师，李教授，就这样的当老师，他不配。还有，自己有了家室，天天对别人勾勾搭搭的，什么意思？有话直说。直说就直说，他自己有老婆，整天缠着你，我看不惯。妹子，其实人家刘……你给我闭嘴！我告诉你啊，昨晚的事儿，你赶紧去向李老师道歉，要不就绝交，永远别进我家门。我的事儿还轮到你来管？圆圆。我来找你就是想把这事情解释清楚，没想到你这样态度对。行，我走了。不过你迟早会知道，我刘贺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。哥，你别生气，哥你别生气，哥，哥，哥你吃点饭走。不是妹子，你这干啥呀你呀？人家刘贺对咱们家，人家哪儿都挺好，你说。你这俩人这一大早晨，天宇啊，你给我整碗面条。哎，请问你找谁？李队长。哎哎。不知道啊，你看一眼吧。赵小姐，您走啊。哎哎哎，听说了吗？李队长昨晚被人打了，今天一大早。他那日本媳妇就打电话过来请假了，听说是被一群混混给打了。李队长怎么会跟混混有关呢？他不是那样的人呢。那谁知道呢？听说和码头帮的老大因为女人的事儿，让人家寻仇呢。君，哎，我就这买菜。哦，好。你别练了，多休息。没事，我这手啊，总有点憋不过劲儿来。好，我先出去了。好。师母，赵小姐，打扰了，请问李老师在家吗？他在呀。听说他受伤了，伤得不严重吧？陈梦明挂念，多谢了，快进来吧。赵连军，哎，赵小姐来看你了。哦，赵媛来了。李老师，你的伤啊。好多了，你看啊，没事了。那我出去买菜，中午你在这里一起吃饭好吗？好，不用麻烦了吧？
你们先聊。好好，哎哎，这边坐来。要不要喝点水啊？李老师，对不起啊。什么对不起？你的伤。哦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是我和刘贺商量出来的一出戏，目的呢就是迷惑一下木户他们，啊，是假的，只不过这伤啊是真的，现在摸起来有点疼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很快就会好的，啊，你喝点水啊。你父亲呢？我们正在抓紧时间的去查，尽快的把他救出来，然后把他送到延安，用他的技能呢支援一下延安的建设，这个你就放心，不用太担心啊。还有啊，我们尽快的要查出来制造假币的窝点到底在哪艘船上，然后我们好制定一个方案，尽快的完成我们自己的任务啊。喝水。梅子，脸色这么不好，哪里不舒服吗？是吗？我挺好的。好，我走了。啊，哥哥，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到冷泉被人打吗？被打了？谁打的？不知道。他这个工作太叫人担心了。是啊，查走私肯定会得罪人。是啊。在南京是得罪人的工作，来到哈尔滨还是要得罪人。告诉道人君，以后小心点。担心，他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，啊！大爷，哎，怎么？哎，啊！李老师，啊，你有客人呢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别走啊，没关系，他是你师母的哥哥，一会儿啊，咱们一起吃饭啊。不用麻烦了，您帮我告诉师母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啊，也好，有什么事情啊，你随时可以过来，好吗？好。看来木户君说的是真的。说什么了？啊，哎呀，这是我的学生，叫赵元。是吗？看上去好像没那么简单吧？你就别瞎猜了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他听刘贺说啊，我受伤了，就过来看我。顺便呢，也替刘贺道一下歉，就这么点事儿。梅子也知道，这不，他来的时候梅子也在。现在梅子去买菜了，准备还留他在家吃饭呢。哦，我说刚才看见梅子，他那个样子。梅子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刚才是开个玩笑，别紧张。道人君，你被打了，心情不好，这样的。我带你去散散心。哎，不去不去，梅子去买菜了，一会儿啊回来吃饭，要不然咱们边吃边聊，好吧？我啊，带你去见一个老朋友啊，走走走。那梅子怎么办？没事，我跟他说，我跟他说，走吧。我呀，真拿你没办法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师母，你怎么走了？我刚去买东西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饭啊？不麻烦了。是这样，我今天来找老师是商量救我父亲的事，所以，赵小姐，你想太多了。
我们这里先说话吧。哎，导人君，既然来了，就听听他说什么。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话叫做“冤家宜解不宜结”吗？先听听他解释，解释的不好，再做也来得及吗？来吧，请。啊，请请。哎呀，丽桑，对于我们之前的不愉快，我深表歉意。不过，那可都是公事公办。绝没有难为你的意思啊！来，请坐。来来，请请请。在此呢，我再次向李桑表示歉意。让我们干了这杯酒，把以前的不愉快都一笔勾销了。说道人君，你要再这样就显得不近人情了。幕后君都这么说了，你呀，就给我个面子，把这杯酒喝了吧。啊，来来，道人君，喝了这杯酒，我们三个还像以前一样以诚相待，我相信，以我们的才华和实力，在满洲国一定会打开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，是不是啊，道人君？来来来来来，道人君，为了我们三个像以前一样的好朋友，来，再干一杯。来。